我下车，我从这边进去，啊，从这里，大路左前方这条，这里就到土地公园，施工桥，还是从这边，直走到底。啊，这边看到两个，那是标牌，还拍的。这边进去，这边就合理了。上去，就进到这个旁边，就在这旁边的。这边一个岔路，想想，这边，从右上就到石廊边，我们就直走。看，这边有个岔路，右上就是一坑古道，右上有个岔路，它从这边上去，上面有路条，这个岔路啊，这直走的像，看起来是产业道路的样子，那我们从这边右上，这边有路条，这有古厝。这石头墙，啊，这边有红砖墙，这边还有一道，石头墙，啊，是的，这个岔路，右边就是到土地公那，土地公那边，看一下，那气场，看一下，哇，湿滑的。学人原始啊，这个木头上面有绳子，啊，再做一个小溪，从这边上去。这边呢，有一个石墙，从这边走，往前走。到这边呢过溪啊，从这边下去。下去，你看那，啊，对岸那个，有一个冲坏的桥体，那积水不大，所以怕水要过，你就从这上去。这边有路标，你先上去，对吧？看，从这边过去，到岔路，左边。就是到那个五八一峰那个山腰路，那右边就是一根古道，那个月岭古道到那个什么帽子巷，我今天要走这边，要从这个下降到溪底，要这边，我那边水很大，可能要走溪的样子，那过来了，我这边去下水了，这边有路呀，哦，有上海的路况。前面也有木条，过这个小溪，上去，上去又马上又过了，这个岔路，没有指标，可以看，走下这个什么石厝道，起右了，月岭作品呢，起右，到摸一下，然后往回就一公里，起右上，对。中间那个岔路一上来，这边还有一个岔路，就往右前面也有路标，但是再过去就没有看到了。这边上去有路标，这边有路标，那我就去往上好了，就上来这边有一个石壁，看看，要下去过溪。我到对岸，那边有路条，从这边上去。那再过溪啊，就过同一条溪，到对岸上去。
再进入去，往西里走的样子，有没有看？有没有了？就这样，就从这边上去了。好，看到这边有个小指标，往回一通头，直走就作品那古道了，山水园那个标志是2010年6月6号，往上，这个路是路条，还要过溪呀、这边有路条，平常都看不到了，往左边走，这边，看到路条，这边有路条，走这边上去，这前面一颗，就是大石头了。看得到，从这边沿着绕上去，这个大石头了，就刚才那个，你看，这边拉上头上，这边有岔路了，这边也有路条，这边呢，这边上去也有路条，这个是上坡啊，它这边是山腰的样子，刚才那么岔路的那个。指标有写什么两路相通啊？那我就去左上哈。刚才那个在石头大石头那个岔路，那一路上坡到这边，这边有一块空地啊，这偏南地啊。现在从这边直走，这边就是刚才那个石头那边有三条路啊，从可能就是从这边上来啊。那我们就从这边直走，这边有指标。直走就是作品那古道，按部往回走就一坑古道。古道石阶有痕迹，看到没有？从这边上去。看到特空了，好像是大楼样子。这里叫做摸乳乡按部了。标高海拔555米。往回走。就一坑一坑了，往直走就作品那古道，这边往右就磐石岭嘛，看到这边，往这边就磐石岭，往这边直下去就到作品那古道，往这边上去，左边上去叫501峰，起直走，摸着像过安步去过来看。拉绳躲下，哇，这个古道，那古道石阶的痕迹，但是只往左下去，那我们要往前走，走走这个就溪谷啊，那大石头了，一直下去，这上面的溪谷都没有水啊，在这边这个一小潭的，这水都静静的没有动，这边就，这里就有出水口，看到没有？这水就从这边出来，就这样就开始了，开始潺潺流水，现在过溪，下去以后，对面那边有，就下来过溪啊，这边要溪水，溪水过溪，它从这边，从这边下去，来过溪。到这边上，这边有路条，要下溪谷，这个就没有水，那边有路条，你刚刚要去看，我这个，这边，这里有古厝嘞，这里有石墙嘞，看到没？这个石墙嘞，要过溪啊。过去到那边有路条，我们这个是倒下去的，我从这边过去啊，这边又墙啊，石墙啊，你看这边有石墙啊，一道石墙，我一门在那边呢，这边有门呢，我从这边下去。下去
就要过水了。等一下，这边有岔路了，这边有几家。哦，这岔路了，这往回走就是磐石岭，哦，那不是了，摸乳巷了，哦，月岭一公里了，哦，往右走就是到磐石岭了，青铜古道，往左走就是作皮那古道内征路了，我起右往磐石岭走。那个刚才那个摸乳巷暗部哦，啊一路一直下降到这个作皮那刚才那个作皮那岔道。那个岔路啊，而且岔路过来，要往磐石岭走嘛，啊，这边，也有石墙，要快过一个小溪谷，啊，在对面，就上去，再一路上升，要过溪啊，过溪啊，到那对啊，啊，到对，啊，这平缓地啊，啊，左边就是石墙。好像工作地的样子，上面，那个石墙过来，紧接着就要过溪了，过溪从那个上去，再是过溪，过这个小溪，好像对岸路，过这个蛇木桥，啊，过蛇木桥过来，看整片都是大景，哦，哎，这边都是大景，我从这边走。这路边要有一个水泥制品圈圈的，这不知道做什么用。到了磐石岭了。哎，看，哦，这磐石岭就立功。啊，这是，你这边过来。嘿，这边上去，就是。那个什么，我讲龟山步道，到我讲龟山了，转弯峰了，五八一峰了，也过到苏朗涧了，一根古道了，十里观音山了。现在从这边走进那古道，在前面的，就那个这边，嗯，那这边，我从这边进去，啊，这边下去就到平溪，啊，这样，这边就到溪子。啊，这个是福仙宫，啊，上去福仙宫一下，借福仙宫，这背方面啊，主面，啊，塑胶管做一张合椅，哎，啊，这个煮好，啊，煮好了，啊，吃饱了，我这边进去了，走青龙古道，再走那个。追寻仙人足迹，爱惜山林生态。肉板卡啊，是这样，你那个岔路啊，啊，起右，对吧？啊，这边这有一个这样回转的，刚才就从这边来，啊，起右，我们上去，啊，哎呀。那就是肉板卡，哇，嗯，啊，这边下去，叫岔路，从那整木步道上去，就到青龙古道，到魔神洞，还有青龙车站，我走往三坑山，魔神洞，啊，往左，电塔，嗯。这边有岔路，啊，右边有路条，那起右下去，起右下去，哦，这个左边有一条水道，哎呀，哦，那个下 MB 这样从上面 MB 这样，行，假如有水的话，要承接下来，哦，岔路。左下也有路条，这边去是不是会不会是去乌龙古道？
竹竹那边也有路条，去这边直走，要三个路嘛，左边，这边，这边有可能刚才就是刚才那左边下来那条，那去右，哎呀，那去右，哎呀，直走，啊，前面你看，那路线图、路线牌，嗯，这边有个岔路啊。嗯，啊，就是路线牌过去看看。现在位置啊，往左就三坑山了，啊，往右就到摸神洞了，石笋间了，起左。嗯，过来一下，拉绳下降。嗯，这个木桩啊，写不上刻什么。这是什么？那青铜古道3.5/1.5，啊，直走。那下切到溪谷里面，这边有路条，那边还有路呢。啊，往，啊，刚刚从右边了，右岸过来，啊，现在又要过左岸了，我过左岸了，要到全部过溪。哎，啊，到这边怎么溪水变小了？嗯，奇怪。啊，从这边上过去，哦，再去过溪。走到对岸，嗯，哎，再从那下去，要下去啊，要下到安部去，啊，要爬树根路就啊，走上，哦，爬上岭上，那岭上，过来看样子，要下坡了，哎呦，我现在下坡。我下坡下面有一个木桩，是三坑山，这是安部过去又又要多上了，在那个木桩啊，现在1.3公里，要上到山顶上来，这边又要下降了，这又解说牌，还有岔路，右下到石笋间来，青铜平溪啊。那这不这直走，以后你就到三坑山了，往三坑山上去再下来回来，上去三坑山呀，我你看一路都上去，上来就绑起呀，还有三叶蕨，还在前面呢，前面那棵高高的。在一段树根路走上来的，上面，哎呀，看到了基石啊，你看土根点，这边也从这边过去，这边也还有点，等一下土根点三坑山呢，那这边是土地调查局的，三坑山后山，这个尖尖的不知道什么山，就。右边这边还有一棵，你看这边还有一棵这么尖，你看，枝子抖下去，看，再一个抖下，这样子，这样垂直下去，下到安部差，刚才就是从这边来，现在从这边走下。走下到青龙去，从刚才那个岔路啊，一直下降到这里啊，然后过溪流，到这边去。这溪底下有路条呢，都不知道通往哪里。这边也有路条，就起直走了，再去过溪。对，到那边去。再度过溪，他们都有路条，他们走下去，这边有看到路条，过来这边有一个斜面的石头，这边溪的，从这里水到斜面过去啊，这边有一个水管，取水口，从这边，那边有路条，从那边下去。
这个木桩啊，青龙古道 3.5 啊，这边是 1.0 啊，还有送子观音菩萨啊，石头装过来，有一个叫木桥、啊，木桥过来，我这也一样是斜面的石头，看起来四四方方的，是吧？看起来就要过溪了，过溪到前面那边去，那过溪过来再一个木桥。啊，在一个木桥，一个木桥，一个木栈，木桩，那、啊、从那边经过，刚才那个木桩了，0.8K， 那这个木桥，就这样，看到吗？哎，这边还有路呢。OK， 这里看以前有一个坝体，哇、哦，这个自然的形成了。然后从这边下去啊，哦，在一个木桥，木桥过去哟、哦，那边有个废弃的塑胶水桶，哦，过来的路面好像宽敞啊，在一个木桥，这边有个岔路啊，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啊，去直走，过来这边有个木桩啊。0.5，啊，那这边送子观音菩萨洞，那边关着锁着，啊，直走，啊，盖了，有人住家了，哦，盖了别墅的样子，哇，好漂亮，这是哪个？石笋什么？27号，到这个，石笋在27号这。这个，一个庙，这有一根那个电线杆，从这边下去，哦，从这边下去，哦，从这边下去，还有一小段的木栈道，啊，这个是水泥小段的小的路面，啊、过来就是一个木桥了，基底的这个石头你看。还有一个线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圆圆的，啊，还有一个洞，啊、这个石头你看，一颗一颗都打桩哦，这个是以前打什么桩的，啊，这一个有庙，那土地公庙的样子，这边有岔路，有指标，过去看看。王者说东入口处有500。啊，往回就是西平公路了，啊，往右就是蜀龙涧了，3公里的石笋涧顶部1.2公里，这是三坑山。哎，这边是哦，青龙街了，啊，往左啊，起走往青龙街，现在位置，啊，过来就石板路边，哎，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土地公庙。这个指标，石龙涧3.5公里，石笋涧顶部1.3公里，这边啊青铜900公尺，平溪1.1公里，啊，这还有一个青龙街，步行6分钟，直走，这是石笋涧，28号，啊。你这边直走，哦，这铁路了，铁路过了这公路，这往回走，入口从这边，刚才就从这边出来，啊、哦，那这边有一个指标，啊、哦，现在的方向呢，往右就平溪嘛，往左就是青铜嘛，啊，哦，直走就青铜老街，往左下就太子宾馆了，平溪老街。青龙老街，青龙沟那小区，这个有六栋啊，这边可能以前是防空洞的样子，这边也一样。青龙车站，青龙街。公交站牌，老街。
老街出口，东侧站牌。